我们这里掌声来，我们恭请袁同禅师慈悲开示。处长，各位法师，各位神父，阿弥陀佛。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跟大家，我们来这微信圣教世界和平这论坛。 早上，有大陆四川，老祖师爷，教授，张教授来跟大家，说法，一方面也赞叹，我们维新圣教到底是在做什么，也是真正我们要落实，就是我们老祖师尊的天下太平的本愿，也就是我们师父上魂下缘禅师的，世界和平。 在做世界和平，要谈何容易啊！但是呢，我们老祖师尊，他道家慈航，民国71年，开南天以后到现在，今年刚好是36周年，在一个月，就真正7月24号。 就满36年，所以我们当做在座当中过程呢，我们师父大家晓得，他也是从我们，《易经》7000年前，伏羲是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立其中，三化，成卦，就是乾兑离震巽坎坤坤八卦，这里有先天八卦。 后面经过文王周公孔子朱大圣贤演绎成为64卦，到今天为止，我们这当做道脉都从来没有断过。师父开南天以前，他就开始学习《易经》，学习《易经》，他最重要就从那个《易经》正式这本当做非常重要的《易经》的论述。 里面，然后就来进入开悟。同时呢，也是我们，以后老人，增三不遇，化为一，包括，大家其他的普诸众生，能够都参与，体悟到《易经》就是利人天，《易经》就是利人天。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来谈。 大家学《易经》要做什么？最重要，老祖师尊的八宝心法，最重要后面就是，国家社会健太平。但是你要国家社会健太平，我们本身自己病家都不会死也管你外劳，对吧？家的哀哀叫，家里面，家庭不和。 事业不顺，当做小孩子叛逆，我请问大家要怎么办？对吧？像这些事啊，要怎么解决？一般当做找人，你要去打找，你的贵人在哪里？我们《易经》，你很简单，利用当做3分钟的时间，用易你就知道。所以，我们老祖师尊开始。 开始，我们《易经》最重要就是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同时能够当做帮助所需要的人都能够离苦得乐，真正的就利益人天，在这当中呢，我们师父上文下人禅师得到老子师尊的心法，《易经》当做精髓。 他毫不保留的来传授给我们大家，从第一届到现在24届，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能够来跟随来学习这《易经》，我们来帮助人家啊。一方面，我们保护我们自己，不管你在家庭、事业、社会各种疑难杂症的问题上，我们都利用用计就能够得到。 他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了解到《易经》，因为它本身是
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哦，所以在宇宙间当中所有的一切，哦，包括到这天文地理、医学、经济、人文科学，哦，各种建筑方面、各种方面都涵盖在我们的易经里面，啊，所以到这，大家我们清楚看到，去年三月三号在八卦山。八卦圣神，大家老祖师尊大天尊的奠基，啊，今年五月五号，大家有没有参加老祖师尊的那个揭幕？同时就开光典礼，开典礼有没有？所以你看看，咱一生当做遐长的时间的时，大概难道当做教父，像我都参加到这当做？从来没有过的，是不是啊？哦，拜拜，可等我多等到无？没有办法，你想想看，中华八卦山脉，西边彰化八卦大河，吼、哦，嘿，民国到这四十几年的时期，到现在也是到这已经六十几年，吼、哦，我们老祖师尊。哎嘛，咱大家拢想袂到，为什么？因为我们师父用三块钱起家起家，三块钱起家，真正的老子师尊大金尊，叫做重现，这才是大起家，对不？底下大家假使早上天气好，太阳出来的时候，可以在那个天心祖从那边看过去，落座的金尊啊，发无量的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你看到那些，你心里看到当作多么多，当作感动。啊，这呢，就是我们师父因为悟透了易经，和当作风水，包括把宗教做三样，三二合一。当作来利益众生，当作三十六年来的辛苦，当作的成就，哦，所以讲当作，第五月五号，当作落成以后，六号、七号、八号连续三天，跟全世界的新兴宗教的领袖，当作在高层论坛，八号那一天下午傍晚的时候到。台中道场，在那边，我们师父跟所有那些新兴宗教的领袖们跟他们开示，他说：“我们台中道场，那这就是世界和平的原点，世界和平的观点。因为老祖师尊，那这大的先生也是在那边哦，因为这个是从这边发扬啊。另外的，我们真正的灯塔。”现在那就八卦圣城老祖大金尊，这里都是正式世界和平的，那就整个光明的灯塔来普照。哦，所以说早上大家有时间到那边亲自体会一下那个金光万丈普照三千那一个境界，说不定你一看你马上就开悟。德威精业门窗。门窗权威指明德威，福中门造型典雅、安全、防火，气密窗防盗。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到这我们易经它的妙处哦，在八号那一天，师父特别跟这些世界新兴宗教的领袖们，向他们开示，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华民族文化道统，最重要的易经风水一个宗教三而合为一，哦，所以他那边是他们听了以后，他讲所有以前包括现在所有的宗教没有这个方法，其他的世界有听到讲也要易经风水不？有没有？没有，只有宗教。对不对？我们三法合一，真正的才能够立人天，也就是能够促进世界和平。为什么？二十世纪初，
数。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数据，中国人的数据就是什么？就是易经、风水、宗教三老合一，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好，你假设只有易经、风水，没有宗教的素养，没有宗教的法仪，好，我们大家看到现在已经出了中华民族联络祭祖第十三坛，已经明年的元旦还是在林口大体育场那边，我要真正到这来祭祖，使所有的中华民族的这五千年来说的一万两千六百一十五姓氏，所有祖灵包括历代的这天主帝王都能够有一个归宿，所以我们一定要祭祖。这个一方面也是真正的慎终追远，咱中华民族包括我们各位，咱有今日大家你的堂上迄个公妈，公妈看吗？那个祖堂香火是不是从以前的一直继承到现在没有断过？我们晓得我们原来的祖先在从什么地方从那边过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就薪火相传从来没有断过，这是最重要。但是呢，我们当初要记住，只要说当初要有政府或是怎样要叫我们都不要烧香点火的话，大家要不要？绝对不要。为什么？因为把我们的祖先这关系切掉了，这个血脉切掉了，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这是从五千年来一直到这里，从来没有断过最重要的传承，所以我们《易经》最重要就是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同时可以随时随地帮助人家。所以从这个当中呢，我们大家学《易经》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自然事业顺利的正道，我们就讲一个案例，在苗栗有一家公司，他开设就是汽车零件的大批发商，他生几十年来生意非常好，钱赚的多不多？一定赚的很多，对啊。但是呢，他就现在去年也是负债三四千万，不止这样。他父亲去年往生掉了，他母亲也是身体不好，现在已经都瘫痪在船上，没有办法下船，都还是要需要请看护。同时呢，他公司虽然很赚钱，但是家里不和，兄弟不和，尤其小孩子很叛逆，讲不听，身体也不好，很痛苦，不晓得要怎么办。也请教很多，也到处去拜佛，祈求佛菩萨能够化解，但是没有办法，经过人家给他介绍，到大凡寺来，祈求老祖能够看怎样来处理，我经卜一个卦，这个卦就是水火既济，变国卦，就走火国的卦，就在今年到这五月份，戊午月丁亥日，水火既济的，但是卦中我就告诉他，因为本身内外都劫财，所以到这无形中呢，到这兄弟不和，一方面不平安，一个很耗财，所以讲兄弟啊，两三个外靠大家小解开。你赚遐侪钱无够开，所以讲啊，负债三四千万。你想想看，像这些的话，你要家庭要怎么办？是老母那旧年老爸往生，这老父嘛都伫文成顶未叮当，什么时候要走也不知道，对吧？家里面当作鸡犬不宁，每天都当作不晓要怎么办。啊，公司你无做过袂使。
哦，所以像这些事啊，就是真的就不苦得很，但就不晓得要怎么办。哦，这一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他这里，我就问他：你在你公司西南方，也是不是当作有诶？电梯面顶迄个脚，伊想没有啊，啊，等于也是去讲有啊，打电话来讲要怎么办？主要你政府有这些，当作我们就晓得他问题在哪里，我们就能够当作来给他帮助，设法解决。哦，因为当作黑角很厉害，啊，旁边又有水塔，哦，所以讲当作有橄榄药出不停，是吧？又导致被劫财，哦，我这很简单嘛，大家都会，只要一块镜子，是不是就解决了？挂镜子反煞，会不会？哦，而这很简单，只一个镜子就能够化煞。哦，他回去哦，中午的时候，挂上去。哦，要请老祖师尊哦，能够出杯来化煞哦啊，这样掉了不到半个月，小孩子就比较不叛逆，不往外跑啊，一方面身体也比较好起来哦。像这些就是我们易经的妙用，所以我们大家当做时时刻刻能够用意的话，无形中你智慧本身就会开启。哦，因为你每一次在普卦有没有请说很多的活菩萨，普希文王周公孔子诸大圣贤的老祖师尊观世音菩萨，哦，混元禅师有很多哦，当作包括当本境的普陀尊神哦啊陈光爷我都请，哦排卦同主陈卦同的哦，有这么多的活菩萨你请来了。他无形中就会给我们加持灌顶，哦，大家经常能够用的话，就很容易开启我们的无上智慧，哦，所以他挂了以后，哦，就已经现在已经慢慢的稳定下来，哦，这是第案例一，哦，另外呢，另外一个正道的，第二个就是在新竹有一家精密的经纪公司，他去年。当着秋天开始，无缘无故，当着整个订单，不到三个礼拜，连一张订单都没有。连续六七个月，我请各位要怎么办？对，拢无订单。工厂的工人，你无转去无？你若转去，订单入来，找无人好做。啊，你唔好转去，逐个月要付薪水，啊，还有那水电各种方面的消耗，对，不晓得怎么办。卖卖也无不容易卖，啊，但是卖做无工课好做。哦，也是经过人家给他介绍，哦，到大凡寺求老祖，师尊，哦，当看他这个困难要怎么化解，哦，要化解这个，当做最重要，我们还是用意，哦，你给他利用三分钟时间给他铺一个卦，他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当做一下子，这个订单全部断掉？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出来的卦哦，就是水三蹇，派家行路哦。水三蹇的集起卦哦啊，导致去年十二月份癸丑月甲午入山的哦。卦中最重要动父母爻哦啊，父母为忧损。哦，所以当作又生兄弟，哦，当作耗财，哦啊，卦中同时最重要，子孙爻破，子孙爻破，哦，所以当作我们已经这样就晓得，
他子孙了不就是没有贵人，人本来订单给你医生，无代无志，就让别人提起，怎样都给冻掉，订单一张都唔给你。哦，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晓得要怎么办。哎，很简单，子孙不保住，保护，哦，叫他回去，他家附近土地公庙去好好祈求，普陀众神，能够当做千年贵人。同时在那边念《普陀众神真经》，这样会吗？对哦，包括我们都生病，天意贵人没有的时候，一定要请他到就到当地的普陀众神庙啊去求，当做普陀众神帮忙啊，能够受他当做有天意贵人，好、哦、啊，所以去连续念了当做一个礼拜以后。一张小订单就进来，好、哦，董事长，我、哦、是这样就有信心了，马上就这样就从那一天开始，每天带他的总经理到那早上一早就到土地公庙去念，当这普陀众神真经祈求，现在呢，工课做不起，啊，同时呢，每个礼拜会到大环寺，当这拜拜。感恩老祖天，当作师尊的，天威，哦，像这些我们就可以印证到，哦，当作易经用意它的妙用，我们随时随地可以用，哦，不计时间，不计地点，只要我们心静下来，马上你就可以用，哦，所以是，当作它的妙法就是这样，哦，所以我们当作有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做到。易经卜卦可以利人天，哦，啊，学习易经，我们全省有各位法师讲师来大家来，跟大家哦需要的人来给他们上课，给他们开示我们老祖师尊的易经风水的心法，哦，真正能够利人天，哦，所以我们当碰到困难的时候，哦，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随时随地哦，当作来用意来帮助人家，帮助自己哦啊，所以我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最重要当作国家社会定太平哦，谢谢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利，阿弥陀佛。我们谢谢圆通禅师，也是我们的大哥大。哇，他非常的准时。那现在我们保留五分钟，有没有要提问的？对，刚才我们大师兄跟大家讲了两个妙法，一个就是挂镜，一个就是念福德正神真经，你们注意听好不要放弃哦。现在不用钱，连刚刚红包包较大包的哦。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有官鬼，他刚好值日辰嘛，那动来不是官鬼值日辰来克四爻是兄弟，那我们这样如果说还要修法，我们要念诵什么经，或者是该怎么办？谢谢。哦，你官鬼爻是动化兄弟，对不对？上经就简单啊，我们老祖师尊都当作天陀经啊，对吧？啊，一个加上一个心经，对，好，这样就解决嘛。师姐已经到这怎样了？你已经都晓得应当要怎么办了嘛？送什么经嘛？对吧？就我们碰到问题，尤其那个重病。最好念天陀经，一个天陀经，一个就是地藏经。重病，哦，一个地藏经，一个天陀经，哦，啊，往生咒，哦，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多可以翻转，哦，到时候重病啊变成轻病，哦，治疗很快就容易好，哦。那现在。啊，我就点上这个，把给你。等一下，我们通通还有一个总结哈。
那圆信法师不用我介绍，他是主动吼拍卡棒，啊不是哦，不是拍卡棒啦，他主动吼拍布袋要起来地法的啦，所以当兵回来，这是有一段因缘果吼，当兵回来呢，他就自动挂布袋起来要地所有这些法要地等的，那真的是年轻有为，很早吼。他就已经悟到了，悟到说宇宙的万法，哦，所有这些已经风水，啊，还有宗教的万法，只有就好像早上，咱老子书院，院长所开示的，哇，入宝山呐，啊，他来到禅机山仙佛寺才知道说，禅机山仙佛寺是一个宝山，是一个宝库。哦，看到我们这里是一个朴质的一个莲花哈，朴质莲花。那其他我不多说了，我们热烈掌声，我们来请圆信法师来为大家啊分享他的案例，热烈掌声。处长。但是各位若秀秀当哥哥王先生的同学大家好，有话无？有哦，其实说心静自然凉，我嘛想要尽量凉啊。不过吼，坐在圆平法师啊咱大哥大边啊吼，我凉袂落来，因为他们两个佛光普照啊，所以我换一条光。回想在建设台湾道场之初啊，那时候大殿在规划，那我请示师父，师父大殿还整人去不？师父讲修行，那到什么人去？那要修行到什么人去啊？那我就依照师父指示啊，就没有规划冷气啊。所以说就没有办法装冷气，但是台湾道场的法会刚好是在最热，小暑大暑这些时阵，六月十九呀。但是我们这一群都一定冷干吼，大家拢真正冷干，金光光要金光不坏呀。我看大家拢淡哥哥啊，有影，热咻咻淡哥哥。结果呢？法会连续两年之后，哲法师我讲，我原信啊，你连去也不会倒倒的吼，明年你该念嘛。吼、哦，我都惊到，所以我就把连去倒开，冷气装起来，啊，就有借口啊，讲师傅，这不是我要倒，那书，那个法师讲要倒的，所以从此就不用过得这么过胆过过。哦，所以在学校过程当然大家很辛苦了，我也很赞叹大家了。哦，在软秀秀啊，当哥哥啊，不过啊，大家这边哈，那行路地了有没有？哦，那行路很宽，哦，我一直冒汗，因为头啊，脚也歪啊，脚也歪，所以一直冒汗。好，今天要分享三个案例了。啊。佛说信愿行呐，那么修习佛法而且得幻，而且我们本宗门本圣教的妙法必须具备了三个要素啊，得爱行啊。我想这个大家都具备的，那东西做信都做信俗哎，这个信心把怕的没提啊。愿啊，佛有四八大愿。诸佛菩萨包括药师十二大愿，要成就成佛一定要有法大愿，包括很多佛弟子，包括法师也四大宏愿，有没有？众生无边誓愿度，他们誓愿要度众生，佛法无边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都是在发拢每上经每经给位是拢爱发愿。那我们在初级班学修的时候也有。宣誓某发大愿，有没有？今日学习正法，为什么？
今日学习正法为怎样？利益众生。利益众生故啊！哎，这点我袂记哩啊，啊是为了赚钱故。今日学习正法为利益众生故，这是在原力啦。所以三要素里底，信、够愿力拢有啊，行。我想各位不辞辛劳安尼，南部、北部这样子来到，知行拢合一啦。所以三个要素大家都具足啊。但是学修佛说学修哦，次第耶，逐次渐进耶。那次第，我讲谈到信解行证。信以外，爱了解伊其中的精髓里底，像咱习义、言义，来呢，正义，行义、正义啦，爱正啊，正义后边爱弘义啊，弘义后边最高的境界，就像，而我跟各位分享的例子，师父没来演义啊。六月六号，坛城还在这里。十五天演绎了，的演化了，十道天心，这个坛城就是在演绎啊。那时候师父在早期在第一届有开示，而且世界地图，要安那个大兴安岭的水，用水个炖过遐，迄个演绎啊。奇门其实就是易经呐、啊，那这个坛城其实就是在演绎啊。各位，你们送了那么多部的七十二天师。然后功能世界和林报告的演绎，在演绎，在转，在转译。所以在信解行证最重要两个过程，就在行与证。你有行无？啊，行以后你有印证无？在几年前，我看到一个咱专门的同修，他在 FB 上哈，我看了也很难过。哎，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他就把我们中午的东西都丢掉，哇，丢掉，铺在 FB 上面。他说哈，师父怎么只有讲信愿，讲那个信愿行而已，没有讲到正。他没有去了解到，哪一个宗门谈正必然他贼，几乎很少，几乎没有，很少。你有作者印证的实力啊，有没有？各位，你一个卦你就可以印证了。你诵经熊还可以感应道交，熊家也很多道，我看很多同修熊家那呢，去到现场他就有很多体悟，很多身体上的感应，都我这样行宅呀，也透过逐次次第的学修啦，因为信嘛，因为信，信而做，信俗所开心，因为原力，所以来。上经上到真正有感应得高，去到现场，除了卦位卦从罗盘从卦位去转移外，很多讯息，宇宙中很多讯息透过易经，透过周遭的讯息而怎样？透过植物相嘛，有没有？师父讲点地的哈，花草木石这些东西讯息啊，那我们可以更掌握更高的一个讯息就是。易经，这个六爻卦透露太多太多的讯息来，对。所以修持人四谛讲信解行证，这位师兄又不了解，哎，公阿兰兰总不能不供的证，为什么师父都不谈证？各位今天各位都在谈来谈正道的，所以啊，那天哲法师到台南道场讲给刚刚俩，因为下个礼拜的法会啊。伊讲吼，就感恩乐做诶，其他也无乐做吼，即个出家师父嘛，骨头拍过啦，在去年而已嘛。他还谈到去年是丁酉年，丁酉在阿里山遐一间梵音金色，那也是我们台湾道场法会人家讲圆满的诵经法师。我很感恩法师啊，那因为法师已经是在去的时阵，坐东西古年去，啊，古年农历闰六月入庙，那我们大家抱着一个
大家都欢喜心，就两台湾车去参加伊个落成，要开庙门开光。怕请到他的大师父，大仙寺住持，传经法师，传真师去到遐，包括传真师还有诸山长老，拢伫遐。咱总本山修佛，我们修佛寺的同修去上侪人，百外人。结果呢，传真师庙门开完以后，匆匆忙忙走啊，啊留下其他诸山长老。伊讲有代志要观音照，尾我知影为啥伊要观音照。伊甲泽慧法师讲，因为我去的时候看一看不对，我甲泽慧法师讲，哎、欸，这山乌呢？哎，因为咱不了解啊，修行会当超越障碍啊。不过我印证风水还是风水啊，不是咱信不信，而是知不知啊。传正法师甲泽慧师讲安怎？这无主持。这也没主持，所以他来开庙门，庙门开了就走了，他没去开光，他说这件这教室没主持了。泽华是听到很紧张，他说师父啊师父啊大师父，没办法没办法，他说没办法，我们来做佛师就好了，听到没有？如果没办法来做佛师就好了，因为一定上到主持，上到顶的传正师，他可以看到他临界的时候看到地利用看到了，所以他就是开一个庙门他就没有进去了，他有跟泽慧法师说这绝对没办法。啊，所以没办法，泽慧法师就慌了，他又在我有跟他讲过，说这后山乌这样看得怪怪，后来说他一直找我啊，联络师父，我说泽老师，你直通哎，你直达天庭哎，你这样看好书，我不要懂，所以我请他直接跟师父联络。那最后师父跟我指示说，元信，落成的五工发挥，第尾啊工你一定要搞，你来去。哎，后山恶破伤着，你先用岩米，原来的山的山，搁加种香我拌拌的。啊，先点36香，禀天公加主神，还讲加还有山神，我看了拜山龙神，讲总主混元禅师当时也来，啊，请伊先安大一下，啊，遐个法宝强用的，较稳定落来，无发挥尾仔讲完，可能就是准备其他做佛事啦，真正是安尼啊。那天我去的同学，他去的同学都我发现了。天良法师那天的话，整个拢容易啊，不要连走我们他落成隔天的送急诊啊，都送急诊啊，挂急诊啊，还有几天的法会，所以师父讲你法会不要刚才进去，师父讲咱唔知影严重性对啊，所以经过师父开始来供养完，为啊宗主去要遐看看以后，只是三龙神，三龙神欧婆以后，然后甜甜法师的身躯顶。法师甲讲，迄个捧个奈，捧个奈啊呢？那三龙神大，底下几千万吨啊！那我们因为建设，那么不了解个乌破，几耳朵衣服底辛苦顶，哇！所以他就很难过，连举步维艰。啊，最后经过师父开示，就按波量嘛，用七色线。我阿叔开始几杯七十线啊，保量，保完以后，即卖本来连走路行袂行会喘的，现在吼勇敢阿牛啊，哦，个摊操这些啦，所以泽华是昨天来说，哇、哦，我就感谢老祖诶，就感谢师父诶，那不然呢吼，法师嘛，骨头拍过啊，这也是正有没有？所以。泽法师讲，很多出家法师因为不了解风水啊，忽略这个区块，所以吃了暗亏了，还是因为不是我们信不信、啊、而是知不知啊、哦、所以我想一条歌来讲，有一首歌、哦、你知不知道，等到你知道吹丢我怕干了
所以不是我们信不信啊，而是要你知不知啊。啊，这些同修日常的那种接受有够多啊。各位，我想您的学修到家来，也都也有的基础啊。所以我想说哈，我建议处长，以后哈这些论坛哦，要请这些同修开啊，知不知道？有，另外请他们起来就好了啊。好，那我想我分享用于投资的案例了哈。处长的支持工，我讲我这次论坛现在也来跟各位分享啊，有些有听过，有听过也请你们担待一下。那这边讲到投资用于成败的法则，刚才我们圆通禅师啊讲的，很多人都接触到的是投资啊。如果说今天你的小朋友被投资，他想做一个事业，如果是一二十万、二三十万。他一做行为者，或许那个人在他的希望哈，可能爱回一者了，一料的也怎样了。但是如果是很大投资的话，你就真的要很注意啊。那这边一个案例就是说，投资成败呢，必须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跟技术啊。所以足侪有专业技术啊，专业知识有，但是嘛是哈，因为时空的因素啊。投资失利就这样，所以说是不是得天时符合当下时势，有取得地利市场的绝对优势不？那易经所谈的时间和空间，就是讲时与位，也是投资成败的主要因素。啊，今天报告的就是用易经占卜风水法则实务运用，易经风水法则跟本教妙法为基础啊，以所服务过的公司、企业投资个案做一个分析研究。从用于投资成败与否，那企业投资设厂从择地选址到建厂营运成果、制程良率、人事稳定加以探讨，足以证明我们中门师父所传的妙法《易经》风水的当下性与实用性。所以说，虽然经《易经》七千多年了，没有人能画出第九个卦，八卦相错。这是最科学，最科学，你画不天地定位，八卦相错，爻与爻都完全相错，每个卦位都相错，这是非常科学。那这个案例讲到投资事业，人才技术地利兼备，不得天时亦枉然。以前很多人往大陆投资，现在大陆不是唯一的投资选择。在大学里面有讲到企业管理，企业管理有一篇讲到笼中换鸟。笼中换鸟，韩国在好久之前就知道变大陆要变了，所以韩国在企业家一夕之间很快全部撤资了，所以留在大陆的台商成了笼中鸟，所有的税务所有的都要台商扛起来。所以现在大陆不是台商的第一首选了，所以反观今日的东南亚金砖四国，越南崛起是投资时啊的潮流啊，所以基本上就这样投资泰国，包括缅甸、柬埔寨，哦，很多人往那边去。那在2007年，我就跟机器制造厂负责人来玩猛来记，我来问卦，那。这个公司哦，他们老板他实力很好，经营很务实啊，很踏实，开发实力不容小觑啊，也得到日本川崎重工的技术改哈技术合作了，提供一件物件，所以他的机器哈，跟一般台湾的机器不太一样，也结构性啊，给做好，钢构这里结构啊好了啊，耐用。所以生产机器哈口碑一向都好，那这个公司他宣称发明了一套系统，能够让垃圾减量，并能将垃圾再造利用变成黄金，接着进买也很多建材，现在大陆开发出一个耐火建材，这个耐火建材可以超过3000度，那这个公司呢，
他获得很多国家的青睐。这家公司为走上国际化，在美国加州购地设厂，也受到那时候加州州长阿诺州长，还有五十基金是美国基金，它是针对环境议题有贡献的公司，它会作为投资，所以得到这些基金的这些董事还有州长他们的青睐。那阿诺州长为了了解这个系统对环境影响，啊，实际到现场，并给予肯定支持。从这个现象来看呢，这个大有可为啊。那我想说，大有可为，为什么还要用意啊？要占卦？那我占那个卦，天地匹卦。天地匹卦，我们都知道，虎落陷坑，动地三爻，财爻化绝啊，抓起啊！我说你财务出了问题，他确确实实财务出了很大问题。那一天晚上在台南道场临时店，你亚香求了天公，他是一个很宗教的一个 leader， 在密宗学修嘛，就固啊，所以影响力就大。他说如果隔天资金不给你，公司也出问题。结果这个卦象从亥水绝处逢生，往北方求贵人，一通电话打到北京，伊朋友遐汇50万美金过美国，打电话过美国，所以叫伊遐放款，暂时渡过难关。所以渡过难关之后，他一经过没多久，一个来得着，想要了解未来的发展。我占个卦，地火明夷，哇，明夷卦有头发一趴火，太阳下山矣啊，高处跌落，受伤之象。我来讲，你公司受伤啊，动地一摇，子孙变鬼。所以我讲啊，你公司受伤呀。但是他说他问过很多修行者，包括仁波切，都来讲这些物件做好。所以那时候他质疑我的卦，我说啊，你好啊，怕病。结果呢，过没多久，我听到这个公司，结果他破产了。破产不是他的技术问题，不是他人和，他有地利与人和，结果那公司破产是因为哈，2008年遇上美国爆发史上最大金融风暴雷曼兄弟次级房贷风暴，一共一地这里办公室拢全球视讯会议耶，做谁人买伊机海，拢顶机海，结果这大咖的拢去用雷曼兄弟去用兄弟夹债呀。所以已经讲兄弟组结财，真正有影，因为叫罗马兄弟啊，所以现在大咖大投资者拢钓钓，所以订了机器没有出货，订了机器没有汇钱，所以一并被拖累。所以这个案例讲到投资成败的用意法则，讲时间、空间，所以不服天时，即使你有地利人和，时机唔对吼，嘛做严重。好，这是我的分享，谢谢。非常准时，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元信法师。